妈妈不在家，我爸就开始摆烂，啥都不干，天气那么晒，你至少拉一下窗帘啊。茶都干了呀，你能不能帮我去加点水吗？啊，又在看电视剧，又在看小姑娘。爸，你怎么这么喜欢小姑娘？我喜欢小伙子，你不害怕吗？啊，喜欢文咏珊是吧，爸爸？处处充满色彩美丽的地方。我终于了一个。太喜欢现在。从小看你就听长大的。我是看着你长大。这个抖音电影群也要大参加的好兴奋啊！啊，爸，你是不是得好好感谢一下我？啊！姐姐，姐姐。